铅笔在纸上留下了一条又一条交错的印记，不太大的风把落叶一片又一片轻轻地吹起，这幅画这封信穿越12742千米，最终到达了你手里，飘扬千万里，是不是能够叫做奇迹？日光的余晖陪伴穹顶的满月看天明，昼夜的交替就像一部部烂俗的电影，你在抬着头看着天，一颗颗数星星，总有一两颗看不清。你的黑夜里，我在低着头缓缓地一笔笔写着信，心里默念着给你听。朝霞中被冲洗，我的思绪在梦境，日升日落，我的一天终于在晚霞中被耗尽，你的记忆在苏醒。我们身处在的两个世界似乎从来都没有任何一点交集，过了孤独辗转日夜，我也开始被迫变得消极，身体里面流淌赤血，为了给人生漆上一个好的标题，日以继夜的忙碌到达自虐的想吐，却从有你的轨道渐渐飘离。音响里面放着阴间的老歌，讲述一个孤单北半球，这种旋律和词藻如果不慎被你听去，一定又得犯愁，多想几个机场寻着你的足迹，不顾一切开始旅行，开始世界环游。阳光里，你在抬着头看着天，一颗颗数星星，总有一两颗看不清。你的黑夜里，我在低着头缓缓地一笔笔写着信，心里默念着给你听。朝霞中被冲洗，我的思绪在梦境，日升日落，我的一天终于在晚霞中被耗尽，你的记忆在苏醒，日升日落，我的一天终于在晚霞中被耗尽，你的记忆在苏醒。